老板里快乐多，快乐宝贝爱唱歌。来自全国33个机构和幼儿园的上千名小朋友，在七巧板的舞台上放声高歌，唱吧唱吧，唱出孩子们心中最喜欢的歌，唱吧唱吧，让我们在孩子们的歌声中共度快乐时光。七巧板，快乐宝贝爱唱歌。音乐开始啦，快来跟我们一起唱起来吧。我们又迎来了很多很多爱唱歌的小朋友，今天你们高兴吗？高兴啊，那当然了，因为唱起歌来我们就会获得很多很多的快乐，我们当然会很高兴了。那接下来就由月亮姐姐给小朋友们介绍一下今天都有哪四个团队来到我们的七巧板里唱歌吧。首先为大家介绍的是来自天津市北辰区尹和里幼儿园的小朋友们，欢迎你们。接下来为大家介绍的是上海市儿童艺术教育研究中心的快乐小马合唱团。哎呀，这声音都够甜美的哈。接下来为大家介绍的是来自湖南省青少年活动中心的快乐宝贝合唱团。好，接下来为大家介绍的是来自四川省阳光水岸幼儿园的小朋友们，欢迎你们。每次啊，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就会有来自全国各地的小朋友在我们的节目里唱歌，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来目睹小朋友们的风采吧。七巧板，快乐宝贝爱唱歌。今天在我们的节目里呢，我们还邀请了深受小朋友和大朋友喜欢的三位大嘉宾，赶紧来给大家做一个介绍，那就是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小朋友都爱她的菊萍姐姐。接下来这一位也非常有来头，给小朋友们写了很多的无伴奏合唱，著名的作曲家，中央电视台的高级音乐编辑方斌老师，欢迎您。第三位呢是深受小朋友们喜欢的著名的少儿节目主持人周周姐姐。那在我们三位大嘉宾的身后是我们今天的30位小评审，他们是来自中国科学院幼儿园的30位小评审，欢迎你们。一会儿你们觉得谁唱得特别好，要是喜欢的话把那个花举起来，对，给他们点赞。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请今天的第一支队伍登台亮相了，让我们掌声有请来自四川省阳光水岸幼儿园的大土土宝宝少儿合唱团。哎，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合唱团的小朋友啊，人手一个菜篮子。哎呀，接下来这首歌唱的是什么呢？是一窝冬寒菜。想吃它吗？
有十多万才有。老你请我给你掰嘛。是的，东韩菜，这真的是东韩菜呀！啊，真的是可以吃的。哎呀，我们听了一个四川的儿歌，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三个大评审听完之后是不是唱的让大家都流口水了呢？想去尝尝这个东韩菜了呢？先得看看这东韩菜长什么样。哎，这个北方应该是没有，我觉得。对，我小的时候吃过。它是不是？哎，江西有。对啊。什么芥蓝菜苔啊？什么？哦，是吃叶子还是吃梗啊？平常叶子苔都可以。好，明白，明白了。对，特别好。我觉得这首歌就表现小朋友啊劳动的那种欢快的心情。你看，老师给他们设计这个跨小栏啊，有这种劳动带来快乐的这种感觉。谢谢，我今天晚上回家就用它炒一盘菜，行吗？东韩菜可以炒肉。对，晚上得放点肉。我们在听周周姐姐的啊，我是在南方长大的，所以我小的时候吃过东韩菜。它的那个叶子呀，肉特别的厚，所以呢吃起来特别的香甜，还真是甜甜的。我觉得这小土土合唱团老师设计的这个节目特别好，能够让我们的小朋友呢用自己的方言，然后唱出自己家乡的特产。你看那些小朋友，他们在表演的过程中都特别的自然。和他们这个合唱团的名字呢也特别的契合啊。对，小朋友今天的服装也穿得跟那个东韩菜似的，都是绿色的。他们这儿有一个最好的是什么呢？他们带着一个什么呢？地域特色，带着民族特色，但是呢又从自然当中汲取到营养来创作这样一个节目，这个方面是非常值得有意义的。刚才这首儿歌让我们了解了四川有这个东韩菜，他们又是用方言给我们演唱的，特别有特色。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这个团队。30位小朋友喜欢不喜欢？我爱七小板，七小板快乐宝贝爱唱歌。接下来我们要请来的这群可爱的小朋友来自上海，他们是上海市儿童艺术教育研究中心快乐小马合唱团，掌声欢迎他们。今天他们给我们带来的曲目呢是一首原创歌曲，根据上海百年的童谣改编而成的，名字就叫做上海童谣，指挥 Anas 老师。你们都是哪里人呢？阿美斯党妹。会说上海话吗？当语文党了。组长，组长。
唱得太好了，这上海话还不是一时半会儿能学会的。农心撒，农心撒，农心王是黄还是王？农姓王啊，哎，在这个我要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个合唱团，它是一个公益组织的一个合唱团啊，孩子们都来自于不同的地方，而且每一次他们演出的时候呢，都有一个标志性的小动物，就是这匹小白马。每一次他们不管到什么地方演唱，都会带着这匹马，对不对？对。嗯，在这群可爱的孩子当中呢，中间有一位小领唱，来，我们来认识一下他。你好。你好。你叫什么名字？陈哲宇。你最大的愿望和梦想是什么？将来能和 The Last 合唱团一起演唱。太棒了，我们希望你能够梦想成真，好不好？我们给他掌声，给他鼓励，好吗？啊？对，我们对他是一位盲童，但是在这个合唱团里，他跟所有的小朋友都是好朋友，对不对？对。你们爱不爱他？哎，太好了，那我们用掌声告诉他我们很爱他。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三位大评委，他们看完刚才这个上海童谣之后有什么样的感受。那个同在蓝天下，然后大家虽然有在不同的情况，但是大家可以一起来歌唱，在这个歌唱当中的话，他们用上海方言演唱的这个东西，我觉得非常好。好在哪里呢？就是说我们每一个地域的这个民族各种地方语言的话，它都积淀着各种各样的文化因素，那么这些东西的话，它不断地在丰富着我们的整个的文化的东西。所以我的提倡的观点是什么呢？推广普通话，坚持地方言，这样的话就可以让他们有更多的文化特色的东西融进去。所以他们这样去唱，我觉得非常好，而且他们唱的今天这个听起来以后呢，非常可爱，而且非常真诚，很有意思，谢谢你们。嗯，好的。而且刚才我听到的他们这个编曲也是这个爵士风格的，对，很洋气的爵士风格哈，打了一个底，然后大家来进行演唱的，特别的好。那我们来听听菊萍姐姐的。啊，我特别要表扬我们的这个指挥老师，哎，你看他那个刚才虽然我是在你的背面，但是我可以看到你和孩子的交流，包括跟他们的对话，你的表情、眼神，这就是一个合格的儿童合唱指挥啊！你要这个欢快，要活泼，有交流感。我特别想问一下，无论你们是坐飞机呀，还是坐动车呀，这个马是怎么运的？是由抱着呢？是老师抱着，还是说打个包托运呢？托运，我觉得又怕那马尾巴掉了。怎么运来的？怎么运呢？这个？是有一个家长帮我们抱着。哦，专门一个人抱着。嗯，家长抱着上了飞机，那怎么过安检呢？就是在那个，我们是坐高铁过来的。哦，高铁过来的。哦，抱着上了高铁。哲宇爸爸。哦，哲宇的爸爸一路给抱过来的。哇，哲宇爸爸在哪里呢？哎呀，都走上台了。没有邀请你，根本就走上来了。正好这个哲宇爸爸上来的正好，菊萍姐姐，你必须要帮孩子完成一个心愿。哦，大声的说出来，来，跟你合影。哦，跟谁合影？围裙妈妈。啊，围裙妈妈。对，他说，月亮姐姐，我可不可以跟菊萍姐姐合个影？我说可以。我，你就别动了。啊，我过去。好。哎呀，满足心愿了啊。好，三二一，我们来听听周周姐姐的啊。嗯，我特别喜欢这些可爱的小朋友，因为我觉得他们在表演的时候非常的放松，所有的小朋友在演唱的时候呢，都是唱出了最好的自己。就像刚才月亮姐姐说的，音乐呢是非常洋气的，有爵士风的，而我们的小朋友呢又是唱着自己的方言。我觉得孩子们其实喜欢音乐来参与和学习合唱，最重要的是在音乐中找到快乐。我觉得这些可爱的小马他们找到了自己的快乐，所以我特别喜欢他们。太好了，谢谢你们来到我们七巧板里，真的是快乐宝贝爱唱歌。今天你们唱得开心吗？开心。太开心了。那接下来还有开心的时刻，我们要有请我们今天的驻唱嘉宾周周姐姐给大家带来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名字叫做风车大问号。猪会游泳吗？小鱼会说
小树马啊啊，蚂蚁会迷路吗？为什么人要眨眼？为什么秋会圆？为什么头发会变白？为什么飞机飞上天？ Yes or no， 画个大问号，拿上放大镜去瞧一瞧，背上蓝书包去闻一闻，穿上大头鞋我们去找一找。这个世界很奇妙，大问号天天来报道。如果你也想知道，你也想知道，那就画个大问号。这个世界很奇妙，天天来报道。如果你也想知道，你也想知道，那就画个大问号。青小板，快乐宝贝爱唱歌。谢谢九九姐姐给我们带来的这首歌曲。那接下来呢，我们要邀请小朋友们来唱歌了。他们是来自湖南省青少年活动中心的快乐宝贝合唱团，有请他们。他们今天给我们带来的呢，也是一首原创的歌曲，是利用地方的童谣而改编的。这首歌的名字叫做《湖乡童谣》。姐姐站站站，哆来，来听我唱歌。
用了这个湖南的方言唱的啊，形式也非常非常活泼。这拿的是个啥呀？锅盖。拿锅盖干什么呀？打铁。哦，这是打铁的哦，你就是这打铁的工匠是吧？他这打铁匠。打铁匠，你是？不知道。好，你就是那个铁。哎，小老师给的道具也特别有意思，用锅盖哈，跟这个小男孩这个小道具一结合，就是打铁匠。那歌词唱的也特别有意思，好像是，外婆也只有十几岁啊，十岁多是吧？十岁。外婆才有十岁多，这歌词写的特别有意思。豆爸哥。豆爸哥，是豆爸的意思。还有打铁哥，哎呦，太有意思！来，我们来听听三位大嘉宾听的怎么样？嗯，好。那个他们有一个最大的一个好的地方是在什么地方呢？就是说，他们的表演和他们的天性的结合非常好。那么这个东西里面略略有个建议的话，就是这个歌词再少一点，再精炼一点的话，那么孩子们更容易记住或更容易表演。大家也更容易接受这样的话。对，这个整个歌词感觉特别特别的密集。对，特别密，稍微多了一点点，再少一点就更好了。好，嗯、来，季萍姐姐。我特别喜欢这个打铁歌。就是现在说实在的，生活当中小朋友看不到打铁了，哎、现在都机械化了啊，哇，模子就出来了。所以呢，能够让他们知道过去东西是怎么来的，哎，而且打铁非常热呀、啊，要有热炉啊，知道吧？铸成型，然后啪啪啪把它打成那个所需要的形状，比如说那个盆儿啊，是吧？盖儿啊，就像你们拿的。但是呢，我觉得如果你们不单纯是表演，真的把这小铁锤儿乒乒乒打在这个锅盖上，可能就更有节奏感，而且呢还可以比赛，看看是那个打铁匠打的用劲儿呢，还是这个，哎呦，你长得真漂亮，但可能打铁不行啊，来比赛一次，看谁的声音大。这样又锻炼了孩子的这个节奏感，对吧？他又有做游戏的这种做游戏的趣味，还唱刚才那段，预备起。打铁打哦。哎，好。哇。周姐，菊萍姐姐刚才现场这样做了个导演啊，现场一改编，我觉得整个的节目的特色就更明显、更突出了。我今天特别高兴，因为看到这前面的三个节目都是有着浓郁的地域风情。对，那刚才呢，我觉得我们的小朋友，你看都是五六岁的小朋友，他们唱着自己当地有方言的民歌，而且呢，歌词里面还有很多我们中国的民俗。我觉得这对我们小朋友来讲啊，不仅是学音乐，而且呢还能学民俗。不信问问他们，正月十五要怎么着？哦，那九九呢？那是重阳节，称为老人节。哎，你看小朋友都记住这些歌词，而且呢，歌词里面又有着我们中国民间的一些风俗啊、节气啊，这对小朋友来讲真的是特别好玩又有意义的。嗯，哎呀，湖南的小朋友唱得太好了，我们来看看这三十位小评委喜不喜欢你们刚才的歌啊？好啦，那接下来让我们大家一起来休息一下，广告之后我们的节目更精彩。我爱七巧板，七巧板里快乐多，快乐宝贝爱唱歌。来自全国33个机构和幼儿园的上千名小朋友在七巧板的舞台上放声高歌，唱吧唱吧，唱出孩子们心中最喜欢的歌，唱吧唱吧，让我们在孩子们的歌声中共度快乐时光。七巧板，快乐宝贝爱唱歌。欢迎大家回到七巧板的特别节目《快乐宝贝爱唱歌》的演播现场。接下来呢是最后一支队伍了，他们是来自天津市北辰区隐河里幼儿园的快乐星合唱团，掌声有请他们。现场的小朋友今天穿的衣服特别的喜庆，他们带来的这首歌曲名字叫做《幸福的孩子爱唱歌》。
们是幸福的孩子吗？我们是幸福的孩子。那你能笑一笑吗？唱起歌来就感觉到幸福了，对不对？幸福的孩子爱唱歌，是这样吗？啊，这些，哎呀，今天特别火红的一群小朋友啊，我们来听听三位大评委看完我们这个幸福的孩子爱唱歌之后有什么样的感受。嗯，很好，他们把歌唱的快乐和自己的幸福结合在一起来感受，来理解，来表达，这就是一种最真诚的自然的一种表述。我觉得在这个当中的话，如果说还给他们一点点希望，就是说你们再把这种感觉的话再快乐一点，再自然一点的表达，现在呢稍微严肃了一点点，就是好。青青姐姐，那个今天的这四组啊，你看第一个是四川话，第二个是上海话，第三个是湖南的方言。哎，天津卫唱歌，这就是天津，没法用方言唱歌，是吧？说话可以，当那个当天津快板啊。这个你们能用天津话唱歌吗？应该是不能，我们从来没有听到。幸福快乐孩子爱唱歌，好，没法唱，所以特别神奇，是吧？但是呢，生活当中天津话是非常有意思的，所以它是相声啊，特别出相声艺术家。嗯，姐姐，你说整根儿。整根儿吗？整根儿。好，我们来听听周周姐姐的。小朋友们非常的可爱，就像刚才方老师说的，如果要是再快乐一点，再把你们幸福的感觉唱出来，我觉得呢可能就更让我们快乐了。好，那接下来就是咱们最快乐的时间了，想不想要礼物啊？要。想要礼物的请举手。哎呀，这么快都举手了。好，马上呢我们就要到我们的发奖环节了，那接下来我们要请我们今天的三位大评审来合议，评选出我们今天的最佳原创奖、最佳创编奖和最佳表演奖。来，有请三位。我爱金小板，金小板快乐宝贝爱唱歌。好了，我们的各个奖项都已经评选出来了，那就请周周姐姐把结果交给我。获得本期青小板特别节目《快乐宝贝爱唱歌》最佳原创奖的是上海市儿童艺术教育研究中心的快乐小马合唱团，还有一个获奖单位，那就是湖南省青少年活动中心的快乐宝贝合唱团。获得本期节目最佳创编奖的是四川省阳光水岸幼儿园的大图图宝宝少儿合唱团。获得本期节目最佳表演奖的是来自天津市北辰区隐河里幼儿园的快乐星合唱团。好，那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三位评委来给小朋友们和老师们颁奖，再一次向他们表示祝贺。唱歌是一件特别特别快乐的事情，也希望热爱唱歌的小朋友都来报名参与我们的青小板，大家说好吗？嗯，今天小朋友们唱了歌又拿到了礼物，也希望在下一期的节目当中我们能够听到更多好听的儿童歌曲。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